同学你好，今天我们来了一位新朋友，看她是谁。She's Judy. Today she's going to a new place. Look at the video and tell me where she's going. She's going to the school. Today we are going to learn Judy's school. 你想要知道 Judy 的学校是怎样的吗？我们得经过三项任务。任务一，记忆挑战。你能写出学校里至少六个设施的英文单词吗？请你打开任务单，给自己20秒钟的时间，按下暂停键，让我们试试吧。好了，同学。20秒钟已经到了，我们一起来对一对答案。Art room, classroom, computer room, library, music room, playground, table tennis room。你都写对了吗？如果都已写对，请给第一颗星涂色，并继续观看微视频。如果有个别错误，请在任务单上订正4遍，并掌握后给第一颗星涂色。Look, what is it? It's a dance room. Read after me, dance room. 舞蹈教室。And what is it? It's a science room. Read after me, science, science room. 其中有一个不发音的小 c, 千万不要忘记哦。And the last one is office. 办公室。双写 F, office, office. Okay. 现在你能正确朗读并写出新学的三个学校设施的中英文了吗？让我们一起打开任务单，用5秒钟的时间来写一写吧。请摁下暂停键5秒钟。好了，同学，你会读并且会写了吗？如果都已会读并写对，请涂色第二颗星并继续观看微视频。如果还未完全掌握，请回看微视频订正后并涂色第二颗星吧。那么你还能想到其他学校设施的英文单词吗？请查阅电子词典或书籍，写下来并涂色第三颗星吧。任务二，头脑风暴。首先，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故事，它的名字是《A Dark, Dark Story》。In the dark, dark forest, there is a dark, dark house. In front of the dark, dark house, there are two animals.They are Judy and Nick. Is there anybody in the house? Judy says. The door opens. In the dark, dark house, there is a tiger and two lions. 你们想知道故事接下来的发展吗？请你注意观察以上的4句话。能总结出关于 there be 句型的3条规则吗？尤其是关注红色字体的部分，请你摁下暂停键，给自己30秒钟的时间思考，并写在任务单上吧。老师也找到了这样的几条规律，并且把它做成了口诀，让我们一起来说说看吧。单数主语用 is， 复数主语要用 are。 变疑问很简单，把 be 提到 there 前，疑问否定 any 换，就近原则记心间。请你摁下暂停键，把这个小口诀多读2遍，相信你一定可以记得更牢。任务三，私人定制。如果你是 Judy， 那么你心中的理想学校是怎样的呢？ Let me try first. Look, there are 3 classrooms in the school.
They are on the first floor. 接下来的两楼就留给你来设计吧。请你设计完，并且拿出任务单，将之填写完整。请按下暂停键，给自己一分钟的时间思考并创作吧。亲爱的同学，现在你已经完成了课前自主学习任务单，那么数一数你获得了几颗星呢？恭喜你，你真棒。你想知道故事之后的发展吗？让我们上课见吧。